这个内容听念不了了啦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要报警！哇！爬上去耶！哇，这个头挡坏掉了。直接翘起来，你看。然后这里，我爆炸，真的爆炸。这里躺了一个人。好多赖的，哇。好，消防队员现在目前出动两边的水柱来做抢救，目前也只有等到说特斯拉能够完全熄火，不会再有负燃的状况，才有办法请拖车吊车把它拖走。哦，有网友说确实真的差点连人都怎么样，就目击者来刚刚的表示是说，现场的状况真的是非常的紧急，因为发生车祸的之后，大概不到五分钟的时间，整辆车就已经起火燃烧了。那当时林志颖跟他的小朋友都还是受困在车上，是好心的路人先从右前方的驾驶座，不是驾驶座，右前方的客座，把林志颖的小朋友从车上拉出来。那其他的工人，附近工厂工地的工人，然后才从驾驶座把林志颖给抱出来。那就目击者表示说，那时候的车子里面的空间其实非常狭窄的，那林志颖整个人也因为安全气囊爆开的关系卡在驾驶座，下半身几乎是没有办法自己脱困的。那林志颖的伤势下车之后，那也就是脸部流血，那其他的话就是叫唤，是还有一些轻微的意识这样子。